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生命法语。离苦的自性就是解脱。随喜就是在咱看到或者是听到关于任何的现行的时阵，心中自然产生快乐甲欢喜。为什么咱唔知影自身所本具的解脱功德呢？因为缺定无明的惑众。除了自己以外，无任何人会当予咱成就解脱。甲烦恼是迷惑的根本。烦恼业力，敢会当伤害家己，因此咱千万唔通无珍重爱惜家己。咱只要努力，都会当看到本自具足的解脱功德。
甲菩提心，也都无佛法的根本。具备了菩提心的善法，就那亲像如意宝树迄一款，无论生偌济果实，拢袂因此去互打去，甚至这果实会搁较济、搁较大。只有空性，或者是只有悲心，拢是无够。爱将空性、悲心相温修持，才是正确。圆满善行结果的关键是什么呢？就是随喜。十六世伽玛巴上师上应法，真心虔诚总是通过智慧，你家己的智慧才会当生起来。一个事实就是，只有你当你对上师遐个教导中得到利益，或者是实际经验到伊所讲个内容，你个虔诚心才会当生起来。只有一条路，一种方式，你如去理解甲运用上师所讲的、所教，你如会当对迄个中间得到利益。
你的生活会发生转变，你的内心也会发生转变。自我只爱家己，不爱别人。伊充满着家己，根本无空间留落来爱别人。由自我太专注于家己，因此伊并无真正注意到其他的人。伊专心致志地收持着家己的需要、欲望以及家己。伊关心所爱的人的程度，是伊迄个人是毋是会当满足家己的欲望甲需要来决定。师徒人破戒，一旦咱有意愿要为母亲奉献一切的感觉，应该将这个修法扩及其他对咱重要的人，比如朋友、兄弟、姊妹等等。然后，依次扩及对咱虽然无遐尼重要，但会当予咱起好感的朋友啊，熟悉的人，扩及到无熟悉的人，扩及到敌人，扩及到心恶痛绝的敌人，最后扩及一切众生。Thank you.
先将最容易的受罚对象夺走，再慢慢靠近最困难的受罚对象。修习四的目的，不是只要修改到我们的压力，而是要清楚地看到自心的本性，心处于智的状态，看到自性的机会就大大的增加。若是心不在止的状态，要看到自性，几乎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但是咱又搁要安怎着手去修行，才会当求出这种的正悟呢？虽然这种的正悟是人人自心本具，并且是绝对之极。咱必须爱用非常现实的做法，对相对的正面入手，先将正悟的障碍除去。其中最主要的，就是爱除去贪嗔痴三毒。才能清除贪毒，以慈悲可以清除嗔毒，以智慧才能清除八人破戒。
心中非常的话，会有真大的罪孽。特别是受过金刚圣法的人，动机非常的关键。生活就靠这颗心，看你安怎用。做重八人波切弟子，一定爱有慈悲心，爱好好的修行。因为轮回是真正存在的，恁人贪着这个躯体，更唔通贪着这个短暂的快乐。修行爱一门心入，以一门为主，诸门为助，各修一门，彼此不互谤，谤法、轻法、慢法拢对。那什么佛法心，除非精湛精，互谤是佛法的衰相。帕东巴诵经尊者的教言，物质享受如云雾，目前必能长久住，名望如三国回音，莫求尊重求本质，花火如彩虹斑斓，穿着简朴专修行。初心如龙血皮露，切莫迷乱尘埃去。各位最近在生命电视台看到了地藏菩萨的动画片，很多人很喜欢，我们也把它翻译成日文、泰文、印尼文，各种国家的语文，包括英文，来弘扬出去。所以非常感恩发心的大菩萨来制作这个90分钟，一分钟50000块台币，90分钟，但是呢对世界对佛法的影响很大。再来就在制作观音菩萨的动画，然后呢我们也制作了很多短短的3分钟、5分钟的卡通动画，关于慈悲佛教的故事。所以希望大家多护持这个以动画漫画
弘扬佛法的大计划，让我们成为大功德主。阿弥陀佛。邀请您护持佛教卡通动画制作，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为全球武汉疫情祈愿，生命电视南投地区举办抄心经、读心经、共祈福、点灯、供水、药供及慈悲施食，恭请常住法师领咒。自2月17日起，每周一上午10点，地点南投县草屯镇振兴街70号，联络电话南投草屯中心0492315999，南投慈悲道场0492392933，南投普里中心0492900826，南投竹山中心0492657386，南投波罗蜜书坊0492258910。敬邀十方大德发心共同参与，祈愿佛力加倍，疫情早日捐除。敬道，佛教界一代宗师，光德寺住持，世界佛教华僧会会长，上敬下兴长老圆寂，邀大众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，结圆寂法缘。日期109年2月17日星期一到3月15日星期日，时间上午8点至晚上8点。联络电话0763120069，0763120069，世慧观法师。生命电视台所有僧信，以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，共同表达哀悼。祈愿长老趁愿再来，高显法床。阿弥陀佛。生命电视台。